前方让大家拍个照。听说毕书尽呢是这个第一次来到电台，以最大咖的身份出席通告，因此今天呢心情小鹿乱撞，有点紧张，请大家多多的照顾他。来，闭一个眼神，从左手边这边看一下下。好，刚提到过的演唱会呢，票房迅速秒杀之外呢，这一次伴随新专辑，好像也是即将热腾腾跟大家见面喽。中间来看一下下喽。好，然后呢，眼神慢慢的转到右手边。哦，这一次呢，配合演唱会呢，听说希望能够带来非常不一样的演出，充满了激情，肌是肌肉的肌哦。好 ，OK 吗？好，哎，最左边这边，噔噔。好，最大咖，中间再补一下下。OK。Catch Your Double Eye， 并呢这一次所曝光的演唱会最新的主题歌非常非常的不一样，很重拍的 K style 的一个流行 pop 歌。好，最右边 B 的右边，好 ，Is that 吗？可以吗 ？OK，Thank you， 有这个谐音好彩头的意思。那请这个 B 呢带着这一篮金笋呢，我们来拍个照，祝福你这个2016年呢演唱会的到来。专辑的发行以及呢各方面的演艺事业都能够呢蒸蒸日上，顺顺利利，像这个金色的竹笋一样哦，金孙金孙，而且呢大放异彩。来，好，那当然呢，这个右手边麻烦 B 看一下下。其实 B 呢一直跟我说啊，关不止哦，这个金孙呢，除了是这个祝福他的演唱会跟专辑能够呢取得巨大的成功之外呢，他也有一些话要来回赠给我们电台。先拍完照，让这个 B 呢补充一下这个说法，好 OK 吗？好，来，好 OK。那 B 听说这个，哎，也在吗？也在吗？我帮你把这个竹笋先收起来，来，小姑娘先收起来，谢谢。金笋好像也要送给我们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要回送，回送给电台，为什么？因为2016 HIT 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要很成功的要结束。还没开始啊，成功的，很成功的要开始，圆满结束，对，圆满的结束。6月5号，对，颁奖典礼。6月5号晚上6点钟，小巨蛋毕业会来现场，对不对？我也会去，会带来很精彩的特别表演，所以呢，请大家来期待喽。好，所以呢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个 Hit FM 电台跟毕书尽，我们一起在演艺的路上面冲得长长久久。OK， 对，一起来金孙，一路顺风，一路顺风，金孙金孙金孙。顺顺利利的，顺顺利利，顺顺利利。好，好，那还有什么话跟大家说一下的？谢谢大家今天来到现场，然后其实没有想到这么多的大哥大姐，对，大家也等你了，感谢大家，哎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大家，我们这个祝福毕书尽一切金孙顺顺利利，顺顺利利，谢谢。来，让这个病呢背板前方稍微的再补一下照片。好，很开心啊，因为这个 B 也算是我们这个从他新人以来呢，就一直跟我们这个电台呢有一个很棒的合作关系，所以呢也是个希望现场这么多的媒体好朋友，大家呢来照顾 B， 他真的是很认真，对于音乐也很坚持，所以这次的演唱会第一场即将就要来登场，希望呢一切金孙顺顺利利，圆满成功。换个姿势，好，换个 pose。